这里面有一只二阶魔兽龙仙，你用青灵草的烟把它熏出来，杀了。如果你能做到，我就教你斗气。 没说完，二阶龙仙就算是专门猎捕魔兽的佣兵团，也好几个人联手猎捕。要是你害怕了，可以向我求救，但以后呢，就别再缠着我教你斗气。你不开口的话，我可是不会动手的啊。给你一个忠告，命是你自己的，别勉强。要是死了，到地底下。 斗不过他的。 Yeah.
果有你救，我也杀得了他。